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，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，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。新年兴则国家兴，新年强则国家强。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，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，赢得广大青年，依靠广大青年。青年有着大好机遇，关键是要迈稳步子，夯实根基，久久为功。心浮气躁，朝三暮四，学一门丢一门，干一行弃一行，无论是为学还是创业，都是最忌讳的。心中有阳光，脚下有力量，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，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。要正确对待一时的失败得失，处优而不养尊，受挫而不短滞，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。展望未来，我国新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，也必将大有作为。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，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。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，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，同人民一起奋斗，青春才能亮丽；同人民一起前进，青春才能昂扬；同人民一起梦想，青春才能无悔。文旗大，青年一代有理想，有本领，有担当，国家就有前途，民族就有希望。让我们坚定理想信念，志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